恒儿，这段时间你要多多和你父王相处，知道吗？孩儿每日都会向父王请安。母后的意思是，不止于礼，不止于此。尤其是在紫兰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比以往更加的勤快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日日相伴。 亦能生情，因为友情，所以宠溺；因为宠溺，所以偏私。那母后的意思是？你是母后的儿子，再没有人比母后更了解你了。你虽然贵为大军的长子，秉性踏实，武功卓越。 可是论文采和灵性，你终究不及子兰。所以，若想顺利的成为储君，你必须要让你父王喜爱你、看重你，因而更加依赖你，明白吗？孩儿明白。可真是母后的好孩。 走吧。